记者吴孟伦台北报道，女星洪荣拥有 I 罩杯的火辣身材，性感形象被封为 I 级艳后，她时常在社群网站秀出辣照，香艳画面每次都让网友叹为观止。近日她至泰国游玩，分享搭船时的照片，但网友们的目光全被她胸前的雄伟画面所吸引。从洪荣 PO 出的照片中，只见她身穿粉香花边的灰色背心，搭配牛仔热裤，上衣的超深 V 设计让她的深邃事业线全都露，半颗美乳几乎弹出，傲人上围让人眼睛大吃冰淇淋，即使穿住黄色薄外套，仍挡不住春光外泄。洪荣手拿自拍棒，还不忘对镜头放电，更娇喊搭摇摇晃晃的船，诱人画面让网友忍不住直呼奶害船重心不稳，我没晃但也晕了，奶应该也是摇摇晃晃的。洪荣拥有傲人上围。翻摄自洪荣脸书，洪荣爆乳搭船。翻摄自洪荣脸书，洪荣让网友全都晕船。翻摄自洪荣脸书，